搭配警力深夜出勤大扫黑，台南市主要干道都设了拦截点，辖区内的大型酒店也得一一清查，400多名警力高强度的威力扫荡。警政署祭出铁腕，要减速黑帮。全台北、中、南，从7月9号开始，为期12天的大扫黑，要将所有不法分子、黑金枪、赌毒黄一网打尽。这边。刑事局除暴特勤队全副武装破窗进屋，目标就是藏匿民宅里的诈骗总部。警方透过水房转账汇款再次破案，逮回诈骗成员13个人，但是打诈只是开端。正牌上。高雄市刑大员警全副武装减速黑枪，直冲汽车旅馆，要逮用枪自重的男子。来，双手举高，另外一只手，董老看得到。趁其不备，当场逮人。警方在歹徒凤山老家查获5把长短枪，还有安非他命。其中这一把罕见的雷明登870霰弹枪杀伤力强大，它跟电影《魔鬼终结者》里的阿诺使用的就是同一款。但除了减速黑枪，查黑除暴更是首要任务。没有，后面上来了，快点！不要动，警察！马上警车前往尸检目标。今天执行这个扫黑的任务，它的目的无非就是说，我对黑道，我对这种命案，对这种治安问题，我下令，我就跟这些黑道，或者是跟这些治安问题的不法分子，有没有，我进行宣战，对不对？这是扫黑一个政府的宣示嘛。对不法的分子的扫荡，我们绝不停歇，我们会持续下去，我们会持续的向国人同胞来报告所有具体的进展，以让所有的歹徒跟不法集团告诉他们。这项工作就是针对你而来，我们一定要让他们觉得台湾不是你可以这么嚣张张狂的地方。行政院长卓荣泰的一席话，等同于是向黑道宣战，一定会威力扫荡。从2024年7月1号开始到7月19号，总计全国制评专案55件，查获犯嫌366人，查获不法金流达6876万，并破获改造枪械场所10处，查扣各式枪械88支，全台警力扫黑除暴，成果斐然。扫荡不法，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，政府维护治安的决心，要让全民都有感。东森新闻郭雅玲、江庆坤台北报道。